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干，欢迎收看九月十二号的南投新闻。罗古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内面上有名，而且有2800户新木，十一号中昼一点左右熊熊倒去，造成三名游客受伤。台大事业林管处除了积极处理游客赔偿受伤问题以外，今早起嘛邀请到专家研究如何和倒去的新木会当永续保存。其中不少游客知影溪头新木倒去了后，是感觉相当可惜。一透早嘛陆续赶到溪头园区内面，记录新木倒去的现场。2800年的新木倒去，不少民众细汉时阵的回忆，嘛有可能对你消失。发生意外的第二天，不少游客是专工前来，甲新木倒去的现场翕相留念，大家嘛感觉相当唔甘。啊，看伊真健康啊，忽然间啊倒去啊，嘿，这是啦，让人想袂到啦。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看最后一眼，最后一眼，哎、欸，因为可能他很快就会清理啦，当然很可惜啊，因为他等于是这边的地标啊，来这边玩的人都会想要来看看他。只是这张2800年的新木，哪会熊熊倒去？有民众就质疑，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当造成的事件。用迄路给隔起，哎，连起来安尼啊。路边嘛矮，路边迄款的，迄款嘛足危险的啊。啊，伊倒来，伊就摕到这边过来。啊，你也有遐用着套好甲套啊，撇位山来这边向，今仔无发生这代志。因为红块它的偶朽，它是一个蛮普遍的个现象。那这棵神木它也是中空了，可能已经一两千年了，所以你在病理检测的部分一定会发现它有腐朽菌，但是腐朽的程度在地下的部分，以目前的技术去做检测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其实台大县林管处早就已经发现有严重烂枝的镜头，树枯萎砍的情形嘛相当严重，只是没想到会因此将人跌着伤。既然台大林管处早就知影神木破病，嘛知影早晚会死，那也无做好安全保护措施。这点嘛，好民众都唔敢相信。如果外观发现健康有问题的，我们一定会先处理。我们林溪头来讲，每年大概都会处理个两三次啊，就是对发现健康有问题或者已经有倾斜的或者是枯死的，我们都会马上处理。比较大的枝条上面有这个种子啊，那种子因为它还没有成熟，所以我们想要比较大枝一点，然后把它插，让它再看看再持续一段时间，让种子可以再成熟一点。这张千年新木倒去，当地民众甲游客拢感觉相当唔甘。毕竟新木已经成为溪头分区的知名地标，台大县林管处嘛正在研究如何将新木的精神继续保存落去。最后决定是将新木主体刷去路边保存，并争取重新栽种新的美丽奇树栽，让新木的精神会当继续流传落去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